修行啊，爱把握当下，用心倾听啊，万物啊，无时不在说话啦。那、啊、咱爱虔诚文化啦，该佛教义，儒家法水啊，慧明正道啊。 希望人人会晓听受时间呐、啊，那你修行慧命就是从把握时间来，所以爱讲精进呐、啊，那爱聽,听听听天下间呐所有万物。 声，人都正静静坐着，人敢有听到外面的境界呢？雨水的声，真有韵律，点点滴滴，这是乌落乌水的声音。 咱伫经历中啊，会当知影古调啊，诶，道理无时不在说法啊。就是那、啊、无如何的事，静静静静，咱会当听到大地得了呼吸诶声。 这就是咱的心真正宁静啊！不管是如何听到细细滴滴的河水，咱真分明，甚至未细到大地呼吸，咱也真清楚。这个时阵，就是表示咱的心啊。 宁静啊，用心伫咧听，听天地宇宙、乾坤万物，都有生命，都有伫咧呼吸。这是一个哇的世界，所以咱应该哎，会旦好好去体会，而且呢，万物啊。 无时不再说话，看看土地上啊，人伫咧出坡，看伊菜种子野落去，野落土去啦。过几工看到土面啊，有一圈呢，慢慢绿绿啊。 一菜一叶也已经出来啦，用心照顾，不低格中啊！菜呢已经长起来啦，哦，这间唔就是？伫咧甲咱说话呢，迄粒种子有生命，菜诶种子啊，含种着真。 用自有力的生命存在，何况讲看着大树啊、草木啊，想咱的心嘛、啊，若是有滴个用心，甲咱,咱的心嘛、啊，一修为境界的，一生命著是实。 是相关外面的境界啊，随着春夏秋冬，春伫咧无声啦，夏伫咧成长啦、啊，那秋呢就开始凋零啦、啊，呀那冬呢就是在冬眠啦、啊，这样四季啊。 还是伫咧庸人自烦，咱，道爱想咱家己？哦，生老病死啊，几生来死？就是伫时间里，伫咧成长，伫咧长大啦。啊，过去是安怎大汉啦？可能咱拢无用心。 也也毋知呀、啊，不自觉中啊，就将幼二小、二青年、二中年呐、啊，这随着岁月啊，生命躯体总是咧对啊，一微中啊，安尼伫咧转变，咱过去。 拢无伫咧注意，现在修行啦，咱应该啊甲心修顿来，好好呢对咱家己嘅躯体、生命，咱要好好注意躯体对著时间，伫咧老嘅变化啦，咱嘅性命。 嘛对着时间消退，安尼呢，在咧减少咯，在辛苦老啊，性命减少啊，啊，那抑不要靠老虾米伫咧啊？毁灭，毁灭，毁灭抑是随着呢，时间。 成长，阿爸安怎会当成长毁灭？那就是、啊、用心文化，哎，把握当下。现在伫咧听话啦，现在就爱互把握。现在，每一句话，随着苗，苗啊，是。 极秒、非秒、微妙，极就是极短诶时间，飞就是安尼个飞过去啦，微就是非常微细，安尼诶时间呐、啊，看尔长短暂，咱来好好把握、啊，把握、啊，爱的，咱用心。 用心来听每一句话啊！咱若用心听呢，法从说的语言中啊，含总着迄个法；伫语言中啊，含总着个法。你用心啊，法着吸收伫你个心顶咯。所以，阿爸。 当下、啊、用心倾听啊，甚至离开了现在伫咧听话的时间，日常诶生活，面对诶环境，万物啊，无时不在说话，咱诶心对着一切。 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咱阿用感恩心啊。因为呢，不管是人、事、物，无有一个时阵，毋是伫咧甲人教育。所以啊，万物无时不再说法啦，请大家真正爱用。 虔诚文化，则有法度呢，解惑的教义，毋是甘若现在，恁伫遮坐，我伫遮讲，安尼才叫做伫咧听法，毋是安尼咧听。咱平时爱真虔诚啊，听有声无声，昼夜境界，无时不在说法中。 咱也会当用虔诚嘅心来对待，用虔诚嘅心来接受啊！若安尼呢，咱要了解佛嘅教义著无困难咯。佛多乃是宇宙嘅大觉者，伊所讲嘅法啊，是包含宇宙万物真理。 所以，咱学佛啊，时间是安尼直直过去，咱嘅生命是安尼直直缩短去。所以，咱嘅生命应该爱在即个时间，任何一个时间都要生长寿命，就亲像大地万物啊， 接受着污污辱来沦陷大地，大地会当通好来养生万物，共款诶道理啊。所以，如将恶水啊毁灭净掉，咱应该爱试试，爱会晓用心啦。 Oh, 佛经嘅内底啊，证明咱也是讲过去咯。吼，文殊菩萨伫释迦牟尼佛啊，伫咧讲经嘅道场，迄、那个时阵，佛陀伫咧放光现相，未敢火光，安尼伫咧发散出去。 大家人啊，心有怀疑，所以在座嘅中间，弥勒菩萨请文殊菩萨来解釋，佛陀今啊日嘅發會啊，特別说法，這个大会中，佛陀呢，哪会咁过去無講啊？ 立定遐尔久啊！啊，即、这个形态光明随上，即到底是虾米原因啊？文殊菩萨啊，接受弥勒菩萨的清问，所以来分析，回顾过去啊，日月定命佛的时代，毋、嗯、是一尊佛念定。 经过了二万佛，当一个名叫做日月定明佛。两万佛，最后迄尊佛啊，有八王祖啊，随佛出家，这正面都给逐个人分析过去了，应该文殊菩萨。 这个世俗过去呢，是要甲咱当场诶人讲啊，咱人人啊，本具佛性，人人呢都是生生世世降一个佛性，降一个名称，那就是咱、啊、诶本性清净无染，咱的。 佛性啊，那就是佛性。甚至呢，人人啊，伫万富诶时代，总是呢有不信。过去，定甲逐个人讲，咱清净佛性是一有第九性呢，第九性呢，则是咱清净无染。 所以将这个清净无染诶佛性，只是干呐一念懵懂，散成了呢这个法性，这个法性、这个、呢就经过了贪嗔痴啊，从外面去染净啊，不断去受污染，所以。 这个中间，咱若会当有人来教咱引导知影咱人人本基佛性哦，即、这个不性啊，开始呢都爱修啊，凡夫沿着外面的六尘境啊，即、这个六识去修来诶，有染咱诶思考。 那咱诶思考呢，就会发出了贪嗔痴，你去争取啊，等等，开始，辛苦着去动作，开始去做业啊，做了真多真诶业，所以回首到等下，到第八死，即是凡夫啊。 但是呢，佛性显现啦，开始，那就爱发心要修行，就亲像日月定明佛啦，放下王位啊，开始出家，这叫做点现佛性。咱的佛性点现出来啦、啊，开始呢，咱知影爱修行啦、啊，知影爱修行对。 不惜共同修行，所以不忘做啊！应该是，譬如八，不是咱对外面嘅境界，定定、定定提高，咱要有迄个倾听，天地万物说法，一切会经常会变迁，定定爱警惕啦。 这是我拄家讲过去诶，咱若会当安尼啦。就是咱生活伫周围环境中啊，咱袂去伊袂失去，因为呢，天地万物，不管是都伫咧为咱说话啦。这样是一个，逐个人爱真清楚为什么？ 我会一直一再再二三，一直要描述迄个境界，给大家啦，会当理解。所以啊，悲佛灭多，害大家宁死；悲佛灭多灭呢，就是灭见思邪。 即正面也有讲过去咯，吼、哦，咱啊就是即个心，一境界啊，所看个呢，境界无共，共低一个道场，伫咧修行，个人个习气都无共，因为个人个习气无共啊，你听会过、哎，境界也无共。 听诶话境界无同，逐家人诶动作都无同啦。减掉烦恼诶人，那就是所听诶话法都会真清楚，会当正中慧明，减少烦恼，那这叫做灭灭掉了咱迄、那个污染境界诶烦恼。 真诶，就是叫做“灭”。烦恼轻的人，智慧增长的人，伊所听到诶话，哦，我了解，我见过较深入，法已经入我诶心，见过较深入。若越是深入诶人，对天地万物诶道理，越了解啦，就无容易。 灭邪气，所以思想越清越明，咱即面的心境呢，那就是、啊、越清、啊、越明。你照到外面的境界啊，都真清楚。所以灭掉了咱思想茫茫思想念，这嘛是灭 因为咱日常生活伫外面，伫咧对欲嘅境界呢，拢是梦想，拢是希望嘅境界啊，求不可得啊。那为着这些求不可得嘅代志，伫咧起烦恼啊。所以思想都足复杂嘅，真嘅是反复妄妄思想了。 悲法已经灭啦，该灭掉，已经无有遐个茫茫思想，都无啦。既然无有遐个茫茫思想啊，那自然嘞，怯都无啦。前面啊讲过去啊，怯那就是定沙怯啊，表示正侪正侪烦恼啊。 你行雨伞搁较侪，即、这个味尘非常的味细。咱若是门关着，啊有一旁啊的门旁啊，有太阳的时，那汝著会当看到，迄、这个门旁的光，啊有安尼很味细啊，而迄个灰尘，平常时汝就眼看袂着，一那是。 阴影较侪咧，若迄个太阳直光吼，安、哦、尼太阳照着，安尼一趴眼，你会当看着，安尼真美细美细，迄就是叫做电微电呐。你目睭看袂着，即块多仔坑咧，卖去切伊，卖去当伊，就是伫内底啦。 两工后，三工后，手伫这个刀仔甲伊摸看卖，啊，有一点嘛沙沙，真诶、这个、就是味甜。只要你卖去吃任何一项物件，都会有味甜卡着。同款的道理，你若无用功啦，还是同款。这个 见思惑，就伫咱的心灵咯、喔，所以灭，那就是灭见思惑啊，而且呢，断，断就是断啦、啊，那到了咱分断行数，甚至呢还要断变异行数。 分段生死呢，是咱一段一段诶人生轮回六道来底的。那么变段生死是伫咱的内心里。哦，正样发心嘛、哦，发心修行啦。这样就是发心，起一念心啊。 起下凡夫追求物欲，起下凡夫迄种诶无名烦恼，起下凡夫所有迄种迷失，诶，起心动念，我都爱发大心，爱赶紧修行，甲过去即种起心动念嘛，会失去。 纠正过来，那那是发心，哎发大心，发拯救众生的菩萨心啊。也那是心也未真正，尽管呢，你已经是发菩萨心，发心容易，行心难，为什么会行心难？因为呢？ 心也过在迄个所在，伫咧生灭啦，一种变异生灭。明明这个人都真清净，谁奈忽然间呢，安尼害大堕落呢？这个人本来都真坏心，是安怎退转堕心？那就是对变异成疏的啦，所以。 那灭道就是表示迄尊佛啊，已经呢，下所有诶见思邪拢断除啦，甚至呢，分段生死嘛拢无咯，变异生死呢嘛完全干净啦，那应该呢就是回归到第九式，就是佛性。 不生不灭，这都是佛性啊。来人间度众生，就是不任世间众生苦。所以道家自旁，亦毋是呢，因为因缘果报来人间，毋是已经呢脱离了这个因缘果报，应该呢就是回归清净的本性。 不生不灭，那这里就是大凡应灭吼。所讲的灭多呢，是所有的大凡。呐。咱咧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，拢总灭啦。咱咧不信呢，无国在的外面伫咧演即个境界。哦。 这个地八石，佮装着遐尼正侪的岩石，那已经呢拢无咯。那所以呢，以千为灭多，也嘛是叫做呢，就是啊涅槃哦,哦。那涅槃呢，就是灭多的意思哦。 佛灭道啊！那害大家，你是文殊菩萨回归到释迦佛的道场啦、啊。因为呢，是弥勒菩萨在问伊，所以因说无量劫以前的日月定命佛的故事，现在回归呢，在这个现实。 释迦佛的道场里啦，那伊回答的呢，就是弥勒菩萨哦，迄、那个海大者都是你啦、啊，弥勒菩萨，因为弥勒菩萨呢，就是东来兴佛啊，所以安尼个想起来啊，那就是所讲的你，那咱大家人呢，家己爱反省咯。 无听到咱人人呢，嘛是伫释迦佛的道场里啊。文殊菩萨的智慧啊，伊呢所指的弥勒菩萨你，你当时伊含义啦，含义就是伫当时的道场听法讲释，就是你，你也是。 经过了安尼，奶、啊、的海带呀、啊，贪得的名利都有作性噶，无听就是汝哦。哦，所以咱人人听话，这叫做倾听，好好听。人伫咧讲别人嘅错，咱家己爱跟反省。我有错无？我是不是呢？ 也就是迄位海大姊啊，呢，即个就是爱及时忏悔。天天听到人伫咧讲，哈 <noise>、啊、师傅，你拄则伫咧讲遐，好亲像伫咧讲我呢。哈、啊，我都甲伊讲哦，恭喜你哟，吼！哈，即种诶法啊，你会当知影讲？迄、那个错误呢，就是咱若安尼呢。 你著是有伫咧忏悔啊，你著是有伫咧反省啊，低过啦就会当改啦。毋知影过心诶，你永远都未改哦吼。唔知影咱诶错误，永远未忏悔，内心呢还是总着真多诶误过，因为你毋知影你总则做诶误过伫咧，抑若是听法。 讲啊，这好亲像是我，我就是犯着即个毛病啦。我会赶紧忏悔，我会赶紧改过吼，我会赶紧重新。每一工啊，都、就是咱的慧命要产生的时刻。每一秒钟呢，就是咱慧命伫咧成长的时，所以咱人人爱时时用心啊，爱记得。 阿、啊、当下呢，用心倾听，万物无时不再说法。那天性文化啦，解佛教义啊，如沾法水，慧明清净，请大家人时时爱，多用心。